哎，给你点的啊，香芋口味多一点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没带钱吗？不是，我主要是想让你出来，外面空气多好啊，是吧？里面乌烟瘴气的，一个大宴席，一个大宴饮。嗯，想想真的是，你说咱们这一路上遇到多少事儿啊？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碰不上的。 现在倒好，连老人家的骨灰都给撒了。哎，不过你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的？谁派你来的？说实话。你怎么又问这种问题啊？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运气好，老天眷顾我。你跟着我，你算是有福了。 不过那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，好惊险，吓死我了。哼，总算说了句动听的。从那天晚上我被抓走，直到早上被放出来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安慰我。怎么没有人安慰你？不只是安慰吧，很关心呢。谁呀？伊娜呀，谁呀？小天哥哥。 你要不要吃巧克力？哎，行行行，你给我放。我给你去买冰激凌。够了啊！我给你抽烟。我真的听不了他说话，真的。得了吧，别撞了你。我说真的。那么好一小姑娘喜欢你，追你，你偷着乐了。什么呀我？跟你说，心里特高兴吧？他在我眼里其实就是空气。空气？哼，你跟空气推杯换盏，喝酒很开心嘛？忘了？哎，不是。 那个时候你看到了？不是，我看你那个时候你玩得很开心啊，你跟楚总俩，嗯，我开心我也不瞎呀，我怎么看不到？哦，你那个时候便在那跳舞，眼睛边瞅着我这边是吧？谁瞅着你？我就不小心看到的。不小心看到的，看得那么仔细。当时你跟他贴得很近啊，两个人挨的。我怎么挨的？我们那是。 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这样，普通朋友这样，啊，普通朋友，来，把手给我，普通朋友。哎，心月啊，我教你啊，来，用手轻轻的，啊，一泡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怎么了？不要往那边看啊！谁啊？酒吧打架那波人。 他们怎么会出来啊？是啊，怎么那么早被放出来了？跑，看到我们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哥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打我们的小子？是不是？给我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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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